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款新的游戏啊。之前呢，我这不是玩一款自虐游戏叫做 Level Devil 吗？然后呢，就有观众说想要看我玩一些比较难，或者是应该说很难的一个游戏哦。那我就想到了以前啊，我有玩过目前各位看到这么一款游戏哦。这款游戏大家应该也都蛮耳熟能详的啊。这款游戏的名称叫做 Iwana 系列嘛。那这款游戏比较特别的地方呢，它是我的朋友 Z 哥他哥做的一个游戏哦，全名呢叫做 I Wanna Be the Fantasy via Donatus， 我应该没念错啊，哇，然后这个真是很有年代的音乐，你知道吗？全损音质。总之呢，我这款游戏已经有全部玩过了。但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玩了，而且在我的记忆深处啊，这款游戏真的非常非常的难，应该是我目前玩过最难的游戏之一。所以既然观众想要看我玩很难的游戏，那我们就是再来玩一次吧。各位不用担心啊，虽然我玩过了，但是它真的很难哦。而且其实我大部分关卡都忘得差不多，因为我上次玩完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我们这款游戏呢，总共就是有七个世界吧。各位可以看到目前这么有七个世界。那我们呢，就是要一一的去闯荡哦。那我们就是主角在这边，我们是一个小小只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发射子弹，子弹射到这个东西可以记录点之类的，然后可以跳跃，就这样子没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我们的操作方式。目标呢，就走到终点哦。那总之我们就来吧，开始下一关。吓死我！哈哈哈。你们我相信观众目前应该都感觉到这个游戏的恶意的啊。没错，这款游戏呢就是会让你一直死啊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为什么有一个土块飞起来啊？我现在是要去哪里吗？大家这个土块是干嘛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去哪了？我记得我以前玩的时候没有这个印象啊。现在是在干嘛？我一直往上升我现在是在无限轮回是吗？我是不是死啊？虽然我会可以这样跳来跳去啊，往下看看呢，好像也没有它这个最顶端是什么？我有点好奇。以前我好像没有玩过这个东西，我跳上去看看我掉下去了，所以其实也没什么特别，就是。但为什么这个游戏要做的这么高？意义何在呢？不知道。总之我们就继续往后走吧。这一关我应该还记得怎么玩才对，因为我记得这个游戏第一关是很简单的。总之目前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刺嘛，我们就是跳我们的，然后这边我们可以二段跳直接过来这边。我目前这样玩起来好像靠腰，目前我觉得好像还蛮简单的。左边是不能去是不是？还是可以啊，我试试看。碰到墙壁上面天花板会死是不是？OK， 我久远的记忆都记起来了。那我们左边应该是去不了吧？我们去右边看看。右边有一个洞嘛，我们就直接靠腰。右边有个洞嘛，我们就是小跳进去哦。小跳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OK， 这边是正确道路。然后接着我们是要踩这个木板，是不是？踩木板然后移动过去。接着就比较吃操作的地方啊。但对于我而言，应该是不会太难了吧？毕竟我也是玩过这个游戏的，我也不算动作游戏大师啊，但是，这个对我来讲不会太难。然后这边是要干嘛？这边是要下来是不是？我想起来，这边是要踩那个泥土是不是啊？这样子踩，但我这样不会死啊。我记得好像这边是不是需要用一个轨道到右边去的样子？因为椅子能这么走。这样子下来，跳一下 ，OK， 然后过来，完全没有问题啊。这个掉下来，没错，我想起来了。然后呢，靠，不要太，各位不用太紧张啊。这个是这种游戏的常规操作啊，搞人是非常重要的，好不好？但是难不倒我的，你们看我目前的操作非常精锐，好不好？虽然说我的标题应该会打史上啊，我标题应该会打史上最难游戏啊，但是前面的关卡应该不会太难，我觉得不会太难，好不好？
各位看我目前还可以这么惬意的跟观众聊天，你们就懂了。前面是无难度的，来，我们这个跳，然后最后给我缩进去要跳 ，OK， 哎呀，我靠，失败了，我成功了 ，OK， 没问题。然后呢，这边有藤蔓，哦，藤蔓的话要这样子跳上去是不是 ？OK， 没问题。然后呢，下来，我靠，哇，这个要抓那个时机耶。他那个刺动的有点快，然后这边要直接连跳下来，哎，气死我了！目前我还抓不好那个时机啊。那我们再试一次，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这次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我靠，吓死我！哇，我差点碰到刺了，等一下，啊，右边这个坑是干嘛的？啊啊，我下来就活不去了，靠，只能自杀了，什么东西啊？真是太久没有完全忘记有这种东西了。哎，如何？各位目前看我玩到这边有没有感觉到这游戏的恶意啊？而且绝对不是非常的简单啊！这边先让它下去。OK， 没问题。等下，等先射左边，子弹可以射很远。我们先这样存档一下，然后接着走这里。下面应该是不会太难吧？这种刺靠腰，这种刺的话稳一点就行了。它的间隔没有到非常窄啊。听不懂啊，然后，哎，然后我刚是踩到刺还是怎样？我刚在注意 ，OK， 没问题，没有过了 ，OK， 那我是不是过这一关了、啊？我怎么记得第一关好像没有很长？我目前玩了多久、啊？玩了，哇，我已经玩10分钟了，有这么久啊？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继续走。这边是要过一个木板，是不是？上面这边有个记录点，我们先记录一下。然后这边是要干嘛？要躲那个苹果，这好像有点困难。弹幕游戏，但是对于我这种弹幕游戏菜鸡来讲，应该是不怎么难。哇靠嘞！我死了，等一下，这边，哇，等一下，哇，这边很难哎，各位，这边要一直疯狂扭动哎，完了完，哎呀！因为它有个上下楼梯，两个阶梯代表什么？它是有点难度的、啊。这样跳，我想办法跳过这些苹果，过了过了，可以。这关跳过苹果是关键哦。哦，然后我们第一关就过了，还行啊。然后我们过了之后，我们还可以看那个死亡次数哦。我看一下我目前死了几次。目前的话是到第二关嘛，我目前死了32次哦，还可以啊，才死32次嘛，对。然后我第二关好像就开始有难度，我记得第二关的话，这边有很多这个弹簧，这个记录一下啊。我们死了，哦，有刺在那边是不是 ？OK， 没有问题，这个目前还行啊，就是一直往右弹就可以了。我弹，我弹，我在弹，跳，哎，等一下，这要跳过去是不是？我。哦哦哦！我发现一件事情了，对对，我想起来了。这个游戏在空中踩中弹簧的时候，在空中点一下会停止它那个跳跃，可以中途停止哦。那应该还行。我只要碰到右边的刺啊、这个弹簧之后停一下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我懂了。我们的二段跳没有碰到地板之前不能重置，所以说我在这种情况是不能跳，我一定要过这一根刺之后才能二段跳的样子。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停一下可以 ，OK， 然后 OK 没有关系。身为一个动作游戏高手，这是很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嘿 ，OK 没问题 ，OK 我过了过了，然后这样子过来 ，OK 这样没问题，这样子。哎，那接着要去哪里啊？上面是不是？我想一下，这边往左。等一下，这过得了吗？等一下，我怎么不觉得这边过得了？哎，这好像真的有点困难哎、欸，我在这边卡的有点久哎、欸。我靠！等一下，我现在在刷死亡次数哎、
你们知道我以前玩完这款游戏对不对？好像死了好几万次哦。你们能想到这个天文数字吗？好几万次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猫怎么过、啊？哦，转一下就可以了，是不是 ？OK。然后什么东西啊？跳过去是不是 ？OK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用死亡铺出我们的道路嘛 ，OK 的。哦，我忘记了，等一下，这边跳过来，然后这边是过来这边，我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这边要一鼓作气上去，是不是？这样子，我靠！我想起来了，这边的确要转上去，天哪、啊！等一下，要最后要跳一下，最后要跳一下，没问题。啊啊！不对，我在干嘛？等一下啦！吼 ，OK， 没问题，过来了。OK， 然后接着这边，又是这种箭头。那我们跳过去。OK， 没关系。跳跳一个，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然后呢？跳过来，然后，哦，这样可以。还有东西吗？哦，我就知道还有东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虽然我这边过过，但是这边真的完全没印象怎么走了。等一下 ，OK， 没问题。然后这个箭头左边是一个空格，是不是？空格的左边还是箭头？哎呦，我靠！等一下后面还有箭，那个针会过来，记一下，记一下，记一下。目前这是箭头，这是空洞，这是箭头，应该怎么踩这一个？踩这一个之后，是能踩这边吗？我不知道，试试看。OK， 我目前已经很熟悉了，会碰到上面是这边要很小跳，这边要超级微超。等一下 ，OK， 哦，等一下后面有刺怪，我会很急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会在这边死超多次。哦，成功了。我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子没事了。OK， 然后这边呢？啊？哦，下来。哎，怎样？大家知道怎么过啊？我目前是……哦，这个墙走不了，所以我只能走这样子。可是我目前只有一个二段跳，我要留着是不是？因为这中间没办法存二段跳，所以我这边应该要用二段跳跳过去，这样子。嘿 ，OK， 没问题。然后这边小跳是不是？哇、哦，吓死我 ！OK， 没问题。一次过哎，这边我居然还记得，我过了，我过第二关了，可以。我天啊，我目前玩了多久啊？我们先到第三关看一下。第三关好像是云的关卡吧，虽然各位目前看不到，但是我目前视窗上是能看到我死亡次数的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玩那么久，我第二关有玩十分钟，我目前玩了21分钟，也差不多十分钟吧。然后我死了128次，哎、欸，我天哪、啊，就是第一关和第二关加起来死128次，你们可以帮我算一下，我到底第二关死了几次哦。然后第三关我记得就开始真的很难了，比较吃微操作了。我应该还记得啊，白云就是正常地板，然后黑色的云就是，各位看我跳比较矮，而且不能二连跳，所以我们这一关的重点就是要尽量避免不要踩到黑云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哎、欸、啊，然后哦对，黑云的底部和侧面好像碰不了这样子，没记错的话，像我这样子直接撞就会死了。我靠，等一下，从这关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，我跟你们讲。我不知道我这关要玩多久，总之我会尽量的，好不好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东西左边这么有黑云，代表跳不过去，我们要这样子直接跳过来。哇，然后这边很难哎、欸，这边要跳很快啊，然后你还不能踩黑云，这个有点运气。这边
因为你踩黑云，如果生成都是黑云的话很难走，一定要白云比较好走。啊，不行，我等一下找一个好的云，就是这个了，这朵白云很棒。我们刚上来，起始点选的好就简单了，对不对？我过了，我过了，我过了，可以。OK， 然后记得这边啊，我想起来这边我还有印象，因为这边开始很吃微操啊。这一格这样子很简单，有没有？这一格啊也很简单，但是这一格就开始难了，因为我会死掉啊。这边要跳一个很刁钻的角度的样子，印象中就是你要跳得很准确啊，类似这样子。OK。哇，这还要重复两次。等一下，这好难哦。完了，各位观众，我忽然觉得这个游戏拍起来，可能我私下会超痛苦，因为我可能会一直死，然后剪出来的画面可能就没很多，你们懂吗？我今天应该不会把它玩完了，因为后面真的太难了。我记得这一关开始就很难了，看今天能不能把第三关玩完吧。我又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哎，是说这边我会不会直接跳到右边去啊？我有点忘记了，要试试看才知道。啊，不是，哎呀，好难哦！天哪，就是我想要跳到右边去，我也会撞到头啊。但这个距离感觉可以啊，不要撞到头，不要撞到头。真的可以，我上来了。啊，上面是粉红色云，如果没记错，粉红色云好像不能踩，应该是吧？完全碰不得。的样子，试试看，真的假的啦？这边，这什么货啊？我靠，这个我连头都不能顶哎！哎，不是、啊、不是，这个很远哎、欸！哇，这个还行，但第三个超难哎、欸！哈哈哈。不是啊，我那个角度很难跳啊，而且是完全碰不了，不能踩、欸。哦，我怎么上来？等一下，这就是肌肉记忆是吗？我居然还记啊！我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快得人格分裂？然后再要小心一点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死守，好不好？这个要等云。哦，笑死我！不要顶到，不要顶到。OK， 这个小心点。OK， 我存了，我存了，可以。然后这个这边是要干嘛？好像要照着节奏跳的样子，是吗？我真的要跳照节奏跳。OK， 没问题没问题。哇，不行，这个还是要跳快一点，不能够跳太高的样子。我觉得我能够维持那么稳的节奏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们以为这很简单吗？其实目前还没有很难啊，因为目前都还没有那种很吃极致操作的关卡。OK， 有没有？我过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第三关有这么短哦？我是不是也玩没多久啊？等一下，啊，我怎么三关玩差不多时间的样子 ？OK， 我到下一关了。目前玩了29分钟哦，然后死了178次，好像我死的没有第二关多哎、欸，是吗？但是呢，我决定我先这关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我就在那边休息了。然后我记得这一关你们第四关开始，你们看这边刺有多少，你就懂了。其实我也可以下去不要存档给你们看了，你们就会懂什么叫做恶意啊。这会让我目前不想玩这一关，好不好？我们走下来，你们看到下面这边是什么东西？我靠死了！你们看到下面这边的吗？没错，我们接着要通过这边。但我现在不想玩，因为我觉得要玩太久了，这关我应该会卡真的很久了。前面都是机操啊，这关开始就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那总之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这。如果观众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拜托帮我点个喜欢。那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也可以留言在下方告诉我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